现在已经稳定完成了，这根花枝弄好一点，这样用吗？这样也可以哈。然后还是反过来。这样子，也没有启动录音，这样才启动录音。然后可以润吗？没有润。好，启动录音。我可以把这个杆子，这样子，好像就很好握了。然后现在的模式是，现在是 RF，哦，两下是校正，然后。是这里是切换，现在模式我定模式，全跟随模式，PF 是可以啦，哈，其实这样是很稳定的画面，就是要熟了哈。猫不知道跑去哪里，找猫。摇杆还是很好操作的，然后在这里，开灯，睡觉了哈，不吵你们。两下回正，好，看起来是还可以的哈。然后这个握把，等一下再试一下哈。这握把没什么作用，这样握把没什么作用。现在把握把换到这边来。那个车把，然后是 Morin 的原厂把，录音没有停哈。好，哎呀，这样坚固很多，但是就变成要变成这样双手持哈，这样子很坚固啦。哎呀，很好用。拍猫，灯已经开了。应该，好，再想一下，看怎么处理比较好。
然后这个就可以，这边有个按钮可以停止录音啊，这边也停止录音。